华生基金会在各地开设爱心天使站，服务独居的三师长辈，推广在地老化、在地服务，希望结合社区的力量，给予老宝贝更多关怀。这回推出爱老人计划，每月1250就能守护一位长辈，或是中秋爱心餐会认桌活动，加入认桌行列，用爱点亮长辈心中的蜡烛。每个月1250省下一杯咖啡，其实就可以认养我们一位的长辈。那我们华山基金会新北市这边呢，也在9月16号，那在我们新庄的海大王餐厅，好，也会举办一个中秋亮起来好的一个认桌的活动、认餐的活动。那也很希望就是我们各位就是乡亲们一起来呼吁，一起来就是来认养我们的宝贝。我们的划拨账号是19830278。19830278，那新北市的电话是02-2254-0272，2254-0272，那都非常的欢迎我们各界的善士一起来支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广仲，这次非常开心可以担任华山基金会的代言人，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做公益，支持爱老人中秋亮起来的活动，有爱的人最好看。9月16号在新庄海大王餐厅举办中秋老人 K 歌大赛暨爱心餐会，欢迎更多爱心汇集相助，让爷爷奶奶有机会走出家门与人互动，支持爱老人计划，把这项服务与爱持续下去。帅天空新闻综合报道。